大家早，今天是3月27号，星期天，天气呢是一个下雨的天气，那前方呢雾茫茫一片，水汽就是依然是很大很大。那今天呢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今天要去接农场的新教课。也就是鹌鹑，那鹌鹑的窝呢已经做好了，那今天呢就要去迎接这位教客，让他住进我们的农场。这一次的教客年龄呢可能比较小，所以到底要把他安置在原本已经预计好的窝，还是先把他养在自己眼睛看得到的地方，这可能还要再研究。那如果比较多的话，我会比较倾向把它分成两块区块来饲养。OK，那这是今天的主要工作。那回来以后有空呢，再去巡视农场吧。OK，我们经过版主的介绍以后呢，就知道他养了4种的鹌鹑。那我这一次是以版主建议的香槟，因为版主说香槟呢，它比较能够辨识，在10来天就可以辨识了。那所以我们原则上先，这一次饲养先以香槟为主轴。那至于黄沙维跟白沙维的部分呢，那就再看看咯。我们就等这个版主呢来帮我挑机哦。OK，全部安置好了。那现在呢，看起来也有在吃饲料，所以感觉上应该是还 OK 的。这个呢，总共呢，今天找了25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总共有18个新伙伴。那看起来呢，应该是还 OK 啦。那总共这18里面呢，有5只香槟，3只母的，2只公的，然后2只黑鹌鹑，也就是徽州鹌鹑。那其他的应该就是沙尾，白沙尾。这就是我们总共有18个新伙伴，那看起来都还不错，反正能吃嘛。那有虫虫哎。能吃就是福哦，虫虫刚好给它吃啊。他们会吃哦。会啊，你看。就他从小到大就是吃虫，所以有人把鹌鹑养在鸽子笼的下方的原因就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应该就会比较保暖。OK，那我们就先给它这样子，不要让它有太大的空间，这样可能会比较保暖一点。那这个是他们现在的新生活吧。OK，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准备来去吃中餐了。刚刚再来看了一下呢，感觉上应该整体上都还好，因为它本身呢还可以跑到很外面去玩，那就意味着它本身来讲，其实它的活动力还算蛮强的。那保温效果上面看起来应该也还 OK 啦。那现在呢就等它明天以后再看吧，因为今天看起来是一切应该是正常的，真正是不是有问题，那就要等到明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。那今天看起来它本身对灯光的要求啊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应该还是能够满足的感觉，因为没有炸窝的感觉，那就代表它对温度上面来讲，60烛光。这是60瓦的，那应该看起来，还算 OK 啦。那我们还是要再，看一下，再过几天，
试试看，因为现在来看它是正常，啊，是不是如能预期的长大？那就再看一下，啊，感觉上我这样的设计应该是还不错了，在温度上面应该是还不错，啊，应该是他们应该是可以的，啊，OK。有一只鸡要回来啊，终于走回来了，啊，这一只是香槟，OK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鹌鹑呢就先拍到这里了，那我们明天再来看它们喽。